这个火没有浇好，后面给这个留了个站的地方，这还是烧到了，被他补了一下，救了一下队友。Simple 过来再打一个电子哥，被救下来了，接受了四个人的伤害吧。二楼 A 一再接火，你看第二时间二楼再跳下来那个人的围剿是吧？硬没死。全白 Simple 在连接掩护了队友，但是 Simple 被推掉了 ，A 一掉了。MP 就过来推掉了包匪，又被听到脚步声了，抓一个，抓一个就行，三打二。但是 VIP 里面有把步枪，又吹出吹掉了 Zero。还要看 MP 有这个位置值得指甲。一个，哦，后面两个一起穿头了吗？穿炸雷炸的。啊，哎，有个炸雷，连接有中。哎呦 ，Zero 也不行了，三比零。都是被打守着，在两个 A 区守，两颗粒把 Incas 炸得快受不了了。来，你看，强行踩着火来补，对吧？这个必须给步枪是正确的吧？牛的，一下被狙打中，哎呦，还好及时出手的这颗火，哇，这炸雷全是灌在人堆里面，炸的人仰马翻，四仰八叉，四仰八叉。各种成语，一个没打，知道今天有人，两枪没空，烟雾封住，地上有颗烟想捡，再来一颗烟，燕子哥已经杀了一个了，哎，知道对面在做双枪，一颗炸雷正好炸住了两，是的，烧火机，但是燕子哥满血，大狙还放空枪，歇了宝了，有脾气了，你看这 VIP 旋转的二楼要压，哎 ，timing 啊，没有钱，今天 time 结束。对面就是 game over 的事，学 A 队干坏事儿。嗯，就在家右边呀。到了，但是还是被打残。换的是大狙架，你敢信吗？掩护胖球回来的，打完就跑。这时候还要转 A， 这提上去了。喂，后面要突，金波倒了 ，Perfetto 继续架，硬打拱门吗？只能选择夹 B 了。现在 A 还有两个没有死呢，打掉了，直接转，紧架有。碰球，他能打掉人吗？但是一左一右啊，一个，哦，应该是反应慢了。是的，他也是要做自己。哎呀，完了，做自己先吃了炸雷。哎呀，动不了了。完了呀，这要改变自己是吧？是的。坐沙发躺。那你碰球，闪光弹，可以。这个闪光的环境非常的漂亮，时机抓得非常完美。完了呀，肖道这把也没空下来解决胖球，胖球这啊 ，Simple 不丢，他没有闪，他要突烟，吐了吐了吐了，他都已经被针对一年了，决赛最后一个比赛了，最后一张图了，他再不改变一下，推这个人狂啊，空枪推得掉了，跑路，是的。还要 repeat， 但是大电子哥倒了，只有他自己了。要等二楼了，二楼这个时候 Simple 直接回头，没抓到，啊，开不出了这一枪。是的，狙了 Incas 一枪，保枪了吧？要打，有经济。Perfecto 能不能打掉 Hobbit？ 能打掉这局就能打，打不掉就无。完了，连经济。好，保枪，拜拜。连经济，保枪，拜拜。狙捡不到吧？捡不到，在 A 一呢。是的，狙在草车附近。就。他也不知道这把 Gambit 会提速啊，长枪局就硬提啊，完全在撞火，在问队友要火，不丢火，直接拉两个侧身 ，Perfecto 打一个，没顺闪，秒第二个，还能再来个勾，他在枪管不停的骗对面 ，Zero 是大狙，终于是补掉 Perfecto， 但是好像真没人，因为NaVi突破位他已经在帅道具烧这个拱门火了，已经开始，好了，后面直接被秒了，出不来，Simple 在架，要直接掰。跑道具按四召唤敌人，电子哥自己搞定了一个，再拖大 B 哥也被换掉，电子哥还活着。啊！直接在烟里被找到了。哦，一分钟啊！对，你想想 ，Simple 大概在1分20秒就过去了。预判15这一把不是沙袋啊！看到了 ，X 小刚的枪管已经露出去了 ，Simple 果然是聚焦了 Hobbit， 闪光弹过来又抓掉了 Shiro， 单击直接被 Simple 架住。那最后一个，是的。这兄弟几乎是走二楼的。
之后你有大狙，两边都在丢顺闪，辛帕把队友接回来了。哪怕你这个闪光躲不过来了，但必须要硬挖。好球，近点换一个。Perfetto，要不怎么说贴吧贴左边切墙，对手没有封烟，直接掰数位挡了一下。哇，靠背打双杀，是的，十七秒钟，但进了包点。现在、PG 二名场面位走了。加锅你先混，换个子弹一块上，一打一了，快没子弹了，一颗跑路，再直架黄钩。三局他是杀了三个，就差一个人头，就差最后一个了。对的，丢出来的顺闪 Simple 抓了 NaVi， 把中路的 NaVi 先给截住了，中路 NaVi 摸上来被抓，但是相当有力，是的，打一个退下去补枪跑路，不过就没有道具的 Simple 回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已经台上还有胖球已经在三箱躲着了，连后路都到了，四个加一个降服三箱。问题是他们打 A 点的 Simple 的道具又细节不够，但是之前相当的布控打 A 区都是很成功啊，打的那个这一把 Gambit 想要 RUB 不成功，但是要隔烟 RUB 烟雾里面直接混到了突破位的 XU。 这边选择突烟强出闪，没有闪到还要突，哇、Perfecto 右左右三个头，是 Simple 笑得像个两百斤的胖子，太开心了，这 B 打 B 胖球白给了，机会来了。 Perfecto 这位置烟没有分好，左边有缝主动掰被补枪，中路断一个，漂亮，拖烟了，先送电子哥吧。台下清掉，在架门口 Hobbit 架死了，等等，台上两个全在死点。Simple 你发现了一个电子哥，怎么一圈？双架位搜，但是直接Hobbit 的双杀，还有机会。大逼哥跑了，等队友。但先熏烟有问题，埋的是一个水池包，只能说这个三打四啊！电子哥被烟里。因为他自己在往二箱去的时候呢，来解决这个线圈。大 B 哥不敢补，他要架门口，他要架警戒。Simple 又秒一个，大 B 哥再秒一个。一颗，这是补的枪，肯定是打不过的。要换位吗？二楼要推进去。被看到了，谁穿了自己的枪头？那包点都没漏，发现一个。动不了了，回放已经被截了，包点清干净了，只剩后背的可以保枪了。他只有一，这捏道具被提到了，看嘛，有武器的，看到了，抓一个，赶紧跑，一点点来，慢慢残，发现是息肉，不对劲哦，是的。为什么吸入这个 ID 下骗出姜位，后点有火走不掉，硬被补掉，必须的电子哥解决了两个，结束了，只剩下 XU 一把 PL50， 一打四的局面，电子哥又躲起来了。嗯，见吗？打到阳台小摸嘛， XU 站在了马路正中央，哪方你带走 Simple， XU 又带走了电子哥，开局三打三，真不打闪吗？干摸完了，走进烟里了，贼尴尬。上面打，嗯，好了，被他打吧。一十秒钟保枪。一旦不会被混吧？看看你敢不敢混啊！想抓对面闪光的反清的人，但是刚好是把大狙。花园没道具。大狙，没道具，道具来晚了。是的，收到了 Boomage， 这样的话上台。大狙先偷警家，看到了，三箱不走，还要再偷，这有点贪的这个位置。What？ 要掰，等下台下队友开枪，那就掰。他要掰，但是吸肉这个大狙一直没有空枪，吸肉还没有动，只剩吸肉了，走不了了，二十九血怎么走？强行拉了，强吃你也别走，推到前点了。哎，这是谁呀？被放球白的，好，他是放球这个位置混烟，混到一枪，三个都在 A， 二楼是不是要直接掰？二楼要跳了，大 B 哥下得去吗？打掉一个，打掉两个，但是上去估计这个炸雷伤害高。单向烟先被看到了，大 B 哥先到的位。别的速度很快，双架上去，旋，哎呀，完了，线圈走了，下来了，没死就行，后边他还没走远，拉出来被直接秒。
打翻你没啊，还是被花步枪先来追，秒一个，大狙确定位置，用手枪骗你，疯狂勾，每秒的一打一，大 B 哥故意不动，要卖 simple 拖时间了。